来，我们先敬皇太妃。来，来吧，你们年轻人也一起喝，筷子也别闲着，你们吃的香，我看着也高兴。来，给。皇太妃，您今天高兴，也多吃点，难得今天这么多人热闹。别说调查群里文样。 连个肯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回头啊，跟厨房说，今年呐，再多酿点什么杨梅酒啊，什么桑葚酒啊，对女人有好处。是，记下了。哎，要说这道纯菜的做法吧，还真不算高明，还不如做纯菜豆腐羹呢。就是啊。 想当初我在那遥远的加尔木也尝过这道菜，您尝尝。那做法可比这高明多了。加尔木您听说过吧？话说这加尔木吧，有咱们大唐看不到的景致。你看，我说你不信了吗？觉得这加尔木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有什么是咱们辽阔的大唐没有的呢？还真有，在那加尔木啊，女尊男卑。你看，你也不信了。 那就听我跟你们细细道来。在那儿，太妃，女人不能规定，是不能言，轮番的戒，要说戒指。这风水呀，轮流转，强龙不压地头蛇。就这事儿，真是可怕。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呢。是吧？你们在说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过来，说给哀家听听。都过来，过来。<笑>你们在说什么呢？ 国太妃，我在讲加尔木呢。我去过那个地方，那特别神奇。那儿啊，女尊男卑，女人地位比男人还要高。然后一家之中呢，祖母是老大，所有钱都归祖母管。<笑>女人住在花房里，跟自己心爱的男人走婚，生了孩子之后呢，这孩子就放在祖母家养着。所以啊，这女人就不用担心会被自己男人给休掉。哦，这倒是挺新鲜的事儿。哎，记下来，记下来。<笑>啊，还有。 家里木满大街都是女人，女兵、女老板，根本看不见男人呢。啊，男人都在祖母家里带娃呢。嗯，真的，人家跟我们可不一样。不信的话，回头我带你们去看看。真新鲜。哎，法医。 这步不算，我还得再想想。父皇，您可是大唐天子，落子无悔。这百宝象棋我也是刚刚才学会，况且我是你的父皇，让我一下怎么了？<笑>昭王到，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好。 过来吧，父皇今日好兴致啊！难道是和皇兄在对弈？嗯，你这个哥哥，接待了一匹湖南来的商旅，得了这幅百宝象棋，甚是有趣啊！原来是百宝象棋，儿臣近日与袁相学棋时看过，也略懂一二。哦，周儿也麾下？是。那好，日后啊，你就常常来宫里。 陪我下棋，父皇，过去是儿臣不懂事，只到出门游历，陪伴父皇的时间实在太少。从今往后，儿臣一定常伴父皇身边。好，昭儿懂事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们兄弟俩要好好帮臣，辅佐太子，知道吗？儿臣遵旨。 <笑>好，<笑>姑娘跟那些娘娘们都熟络了吗？哎，讲了半天故事，最后还是咱们准王妃被请去吃了点心。那这手应该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有人跟着咱们。 哎，龙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是庚子的
我是庚子的二姐孟涵。真的是你啊？庚子说你一声不响就去了长安，原来你进宫了。嗯，一年前我跟庚子吵架便来了长安，不曾想宫中规则如此严苛，经不起宫人出去，我就连给庚子带句话都没有机会。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知道你安全，他应该也放心了。你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带给他。太好了，宫中还有不少人像我这样的情况，跟亲人失联很久了，不知道如人是否能帮忙。嗨，当然了，不过一两句话而已嘛。好，来，参见如人。这么多，孟涵姐，你真不愧是咱们龙珠帮的人，这拉帮结伙的本事不一般啊。诸位把亲人住所名字都记下来给我，有消息了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谢谢主任。太好了。哦，孟涵，嗯，我也要向你打听一件事，你在宫中可曾看过紫图样？此样式我并没有印象。那如果可以，请你帮我留意一下，如果看到请务必告诉我。嗯，我一定会留意的。嗯，谢谢。这搜神记你讲到啊，战国李绩是一个杀蛇英雄，她虽然是女子之身，但是她力大无穷，她怎么杀蛇呢？她得把那个数十担米麦用蜜糖搅拌好。数十担，数十担，她一个人，你想想这一担米麦得有多重啊，有多重。她一个女子啊，就这么大件女孩，这要到现在这，哎，没讲完呢。哎，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没干嘛？是不是讲故事啊？讲故事，讲故事，讲故事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姑娘，他刚给宫女们讲故事，我非得把这个花心大萝卜给捅成筛子。哎，这我可救不了你了。没闻见我们家小琴身上一股醋味吗？小琴，我给你买了糖饼，特别多的糖，你别生气啊。特别多糖吗？老规矩，赢的人呢可以问一个问题，输者必须如实回答。小琴定然全力以赴。玉树三分，千秋一寸。哇，谁吃蛙是个问题。问吧。我今日啊，看你目光灼灼，一直在傻笑，是不是和那个小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说。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哎呀，没有啊。老实回答。啊，就那个。那个？哪个？切，就是亲嘴嘛，我又不是没见过。继续。此棋三落，生棋两凤。两虎吞蛇，该我了。班主。你既然觉得亲嘴不算什么的话，那我问你啊，你亲过几次嘴啊？是不是都是同君王？去他的君王，谁要跟他亲嘴啊？哦，你又在胡闹什么？啊！哎呀，肚子好痛啊！哎呀！注意你的举止。我有什么举止？我的举止跟你冰着的脸一样，习惯了。怎么，不开心了？哼，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朋友不能交，生意不能做，现在我连生气都不可以了。你对外人有说有笑，对我就剑拔弩张。你可别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。什么身份？这个身份，反正啊，他长在我的肚子里，我爱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银城的下九流头头。
你的一举一动有无数双眼睛看着。他们爱看便让他们看去呗，他们管不着，你也管不着。嗯，你我如今已有肌肤之亲，你已经是我君王府的人，你说我管不管得着？所以你现在是以夫君的身份同我说话？你最好这样认为。一会儿我派人送来安胎引子，今日喝不完，明日就两碗。姑娘，居然又教训人了，神奇，管东管西，还真当自己是孩子他爹了？嘘，小点声。本来就是嘛，本姑娘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。那你们没有那个？虽然我那天晚上什么都不记得，但是我明明白白看到床上没落红。那君王他会不会发现啊？哎呀，只要这个不被发现就没问题，至于其他的不忍了。五更就排上队，还是没领到粮啊！昨夜打车进去了这么多趟，怎么这么快就空了？真是要了命了呀！哎，严斌，去看看前面在闹什么。没有粮食，这个怎么活呀？周大哥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样命了？哟，要不了您的命。长安周边啊，现在都在闹灾荒，大伙儿啊只能靠官仓发放的粮食过活。现在倒好，这官粮也不够了，人多粮少不够分呐。可怜我一家老小，都饿得站不稳了，怕是挨不过这个灾年了。是啊，怎么办啊？我家也一样。是啊，给点粮吧，官爷，给点粮吧，行行好吧。灾荒这么严重，户部你们都做什么了？禀圣上，户部早已遵旨全力调运岭南、江南的粮食，只是现在漕运河道正值枯水期，所以进度上也就打了折扣了。折扣？百姓的肚子要不要打折扣啊？禀父皇，眼下长安官粮供不应求，在儿臣看来，必须开平仓以逸粮价，打击不法商贾。众卿对君王的建议有何看法？臣斗胆一言，君王的论调华而不实，没有足够的粮食，开仓放什么？启禀父皇，饥荒非一日形成，周边灾民越挤越多，开仓放粮只是杯水车薪。陛下，微臣以为君王的决策是善莫大焉。在下请讲。昭王所言，君王的决策虽然是杯水车薪，就眼下的局势而言，杯水车薪总好过无计可施。袁相在朝会上对晚辈多有照顾，晚辈这厢有礼了。君王体恤民情，宅心仁厚，老夫只不过是实话实说。晚辈还有一事不明，还请袁相指点。
灾情非一日之寒，但安抚灾民却势在必行。可为何三省六部反应迟怠，父皇却没有降罪给他们？君王在川蜀之地可曾见过竹子？当然。竹林中总有一些不成材的竹子，为何不砍了去，留下那些秀丽挺拔的竹子？道理很简单，朽木成林，风必摧之。破竹不成材，但可以挡风。袁相的意思是，总是要有。朝堂之上最讲究借机用人，全是一个声音。这些声音无论是好还是坏，君主听腻了总要求变，所以要容其他的声音。更何况这些声音将来反倒会烘托自己，先让他们叫嚣吧。袁相教导的是，晚辈受惠了。凡为女子，习以为常，五更鸡唱，起着衣裳，冠束已了，随意梳妆，剪柴烧火，早下厨房。停。这位可是如人龙氏。在下民女正是龙傲姨。以如人看，与论语中随意梳妆是什么意思？这跟鸡起的一样早，那自然是困到没有精神梳妆打扮。你笑什么呀？我大唐开国靠的不仅是高祖的文韬武略，也有窦皇后的朴素坚韧。今日听训的规矩是素衣简行，龙如人这一身可是够豪华的。哎呀，怎么没有人通知我？我以为要穿得好一点。三餐饱食，朝暮相当，莫学懒赋，不解思量。如人，请解释下刚刚诵读的内容。这个写得好啊，是说女子们三顿都要吃得饱饱的，早饭和晚饭要吃得一样多，不能偷懒，饿一顿饱一顿的话，饿了就没有人管饭。如人，今日皇太妃亲自督促你君王府二人入宫洗礼，你态度不端，手伸出来吧。皇太妃，翟上宫，小仙想替如人求个情。妹妹生在坊间，恐怕未学过正统的学识礼教，解读有误，也非她所愿。说这么多干嘛？打吧。你，翟上宫，皇太妃有何吩咐？此女子倒是聪明有趣，手杖就免了吧。你虽聪明，但是性子太野，就留在宫里复习吧。啊，还不如挨板子呢。好饿呀。啥字儿啊这是。咋写龙如人。公子给你呢，还有其他几个人的都在里面。谢谢如人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这算哪门子恩德呀？哎，有吃的没？饿死了。
听说如人遭罚了。哎，别提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你找的纹样怎么样了？啊，之前我没有注意到，您让我探听之后我才留了心，结果我一下子傻眼了，宫中到处都是鲤鱼纹样，但我就是找不到你说的那个款式。无利不起早，看来咱们得出点血。兄弟姐妹们，福利到了。如人，这是什么？是给我们的吗？当然是给你们的，宫廷发呆两件套，宫中日子长而满兮，来份葡萄干；呆而饱兮，来份蔷薇露；呆而香兮，这是西域葡萄干。蔷薇露，主怎么用的绿衣大衣？蔷薇露，哎，一人一份，不拿我要收费的。来来，自己拿。来来，哎，来了吗？嗯，他就是给后宫各位主子们烧水沐浴的侍童。是你啊？谢谢如人，这么好的东西没见过也没摸过。嗯，下回再帮我一个忙，我再给你们好东西。哎，都拿了吧。谢如人，拿了吧。小主子带咱们进来，特意交代我们只能在门口转悠，现在溜进来万一被发现。嘘，没事的，小声点。哎，你说这皇宫之中属他最适宜如命。嗯，你瞧，宫中最大的玉就在他身上。玉牌哪儿啊？哪儿？这个玉瓶里的纹样不对啊。